赛，吴廷红说说上上，让老婆撑大局，而安心云则是把表妹当秘密武器。什么东西？不要扰乱我，不可以这样。少来，他们两个很会做菜。根据资料显示，明芳家里是开自助餐店的。对啊，明芳就是很会做菜，是不是？而且曾经为了安心云的生日反动。对。然后说他说随便做一做，结果做出来就是那个五菜一汤，狮子头，然后那个虾球。妈妈回来了，妈妈不在家，妈妈在哪里？妈妈去打麻将。四位到最后就可以前排喽。快快快！四五三打一啊！其实师傅也在对抗老师哦，跟他一个打三个哦，一打三，没错，一打四，好可怜哦，一打五，一打五，又是一个的。没错，这就是你熟悉的型男大主厨大明星来下厨。尝尝原住民美食了，耶！终于算一算，他们也该来了。他们很久没来，而且他每次来都可以带来欢乐，很开心。他们那种乐天知命的精神，对不对？他们的性格浑然天成。我还记得有一次是谁来呀、啊？还围着我们的炉火，然后要跳那个萤火的舞。我来，他一看到火就想跳舞，他一看到火就觉得有丰年祭的感觉，对，他就觉得丰年祭到了，太可爱了，很开心。基本上住在山上，住在海边，心胸自然就宽大。对，哎，马上为您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两组，吴廷红吴老师带着他的老婆安心，带着表妹来了。是我们的泰雅族跟周族的大战啊，对，不是大战，不是大战，那个叫大战哦，他们没有资格跟你炒战，炒菜的炒战，炒菜的大就是狩猎了，哦，大战就是狩猎了，表妹也是周族吗？对，他是混血，对，表妹比较不像哈，爸爸是平地，对对，对不对？对，爸爸是白浪，好准，我很厉害。算你哎，大嫂第一次见你叫玉英对不对？好厉害啊你哦！以目十行过目，我来算的，好厉害！我算到了，表妹叫敏芳对不对？怎么那么厉害啊我们？不是你绝对不知道大嫂是什么组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哎，不是，该不会跟吴老师同一个组吧？存款不足。泰雅族不能够通婚了、啊、不能跟外族通婚吗？不是，以前不认识就不通婚，现在认识是因为不认识的关系啊。以前不认识啊，开玩笑，以前我们的整个天下都是泰雅族啊。对，真的哦，就像他们一样，啊、我们也是认为我们好像台湾就只有周族，因为要去找到别的族，还要爬过好几个山，对不对？不是那个不是要爬，那个根本叫杀人嘛、啊，对啊，都要出草了。这出草是真的，对，是真的。到后来的九族文化村通了以后啊，开放了以后。他们是通过九族嘛？怎么会有九族呢？没有，那九族也是取我们的名字啊？哦，是吗？因为我们都是喝酒的民族啊。啊，不是喝酒，不一样的酒。是谁要你来耍冷？从头到尾是你说九族啊？啊，比较高啊。玉英姐啊，嗯，你好啊，玉英姐，生了一个这么会唱歌的女儿，很高兴。对啊，啊，这是遗传，对不对？对。你是不是也很会唱歌啊？他很会唱，不会唱，不会吗？他一唱就是早上起来刷刷牙。这是什么歌？看到了哥哥和姐姐，这是刷牙歌。刷牙歌，我们一边刷牙一边炒菜。我们今天呢，送一只意大利进口炒菜锅给大家。是耶！啊，但是呢，我们前面的单元大家不要怕，我们虽然做的不是你们的山上的菜，但是我们今天先来吃吃看。嗯，吃完。照本宣科，好，这容易很多吧？照着做就容易了。好，菜名是什么？来，詹姆斯，好，一心草名，哇，海
海鲜炒面的炒面，海鲜炒面，先来吃吃看。海鲜炒面它长这样，先听阿吉斯说，然后你们就吃，了解吧？好，来各位。好，那现在首先你们品尝的时候呢，先把味道给记起来。嗯，那么这个质感呢不是最好的，因为为了要给各位试吃了，已经提早先炒好。嗯，海鲜的火候可能有一点过老，所以你们在吃这个的时候，不管是虾，不管是墨鱼，花枝肉了，都还要再鲜嫩一点。嗯，我特别提醒一下，你不要用这个口感做标准，有一点硬了。但是你把味道记下来，它的咸度、它的香味记下来就可以了。每个人一筷子来。请自便，然后呢，计时来品尝哈，啊，来准备十五秒，吃一点海鲜，只要不炒太熟就十五秒，计时开始。试试看味道，每个食材怎么切，然后它的熟度，还有面的口感，它大概怎么调味的。那越接近的越能够达到意大利金锅炒菜锅。好，把盘子放下。等下中间炒的过程有忘记味道的，随时可以出来，都可以随时出来再看再吃。来，准备各自回桌，一共计时十分钟，准备计时。来，这边请。好，思考一下刚刚那个面的口感啊，切的形状啊，而且有限时，嗯，很好。这边呢，把下个锅掉。应该太简单了。你有做过这个海鲜炒面吗？没有，没有。家里面不吃面的，都吃饭，是不是？很少吃面。家里很少吃面哦。对。那你的拿手菜是什么？我的拿手菜叫炸飞鼠。炒飞鼠。飞鼠不能炸，肉会老。他认真在聊这个。飞鼠可以腌。泰雅族吃什么呢？特别的。吃飞鼠大便。我们老师你讲话我都不晓得要不要相信呐、啊。哎呀，真的、啊、都没有骗过你哦，不相信。飞鼠大便可以吃，可以啊，真的、啊、真的、啊、可以治胃啊、哦，它是一种药引就对了。好，这些备料啊，吴老师尽量能帮忙尽量多帮忙啊。我在帮忙呢，哎，你在帮忙看呢，你帮忙。好啊，你帮忙看，好，帮忙看，我们就看一下那对表姐妹，来这边请。走，我们来了。开心，好开心，好久没来了，对、啊，超久的哎。就是最近在山上烤那个山猪肉跟那个竹筒饭，有没有？真的啊、哦，真的、哦。竹筒饭要熟，是不是大概半个小时就好了？没有，要看火候哎，你要大火的话，它也可以好啊。其实最主要就是火候跟那个香味，对不对？嗨，还有什么东西？不要扰乱我，不可以这样子。少来，他们两个都很会做菜。对对对对，根据资料显示啊，敏芳家里是开自助餐店的。对啊，敏芳就是很会做菜，是不是？而且曾经为了安心莹的生日反动。对，他就做出了他的那个家常菜，然后说他就说随便做一做，结果做出来就是那个五菜一汤，狮子头，然后那个什么虾球，哦，对啊，我真的是，哇，敏芳你不得了了，敏芳。很会做菜，是不是？而且曾经为了安心莹的生日反动。对，他就做出了他的那个家常菜，然后说他就说随便做一做，结果做出来就是那个五菜一汤，狮子头，然后那个什么虾球，对啊，我真的是，哇，敏芳你不得了了，敏芳。所以炒面对你来讲是小 case， 对不对？太简单了，可是因为山上，可是我觉得山上没有海鲜就很麻烦。你有虾壳，你是不是想熬虾汤？你是那块虾壳留着是要做什么？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有用途啦，但是我现在有点赶快想。你们两个都会做菜的年轻人要加油。走这儿跟个爷一样，就是看了。他真的是负责看的。我现在跟你讲，你的老公就是一个喜欢说冷笑话的人，对不对？对。而且我们还可以唱一些歌，知道去爸爸回来了，妈妈不在家，妈妈在哪里？妈妈去打麻将。妈妈回来了，爸爸不在家，爸爸在哪里？爸爸喝酒醉。
月甲水母轻度土气无水爱面唔做事爱做事天公啊落水哟来冲个牙位哎呀客家牙口里客家哥我当然会说我会讲客家话的、哦、好厉害你因为刚加了甜面酱中文对加客台语甜面酱还要加点酒米酒的嗯还要加点盐的他先炼汤了他炼汤的方式还有五分钟大嫂还有五分钟他炼汤炼得很特别哦他把虾壳的鲜味他不需要然后自己另外炼一个汤出来没错这做法很特别自己的做法先把韭菜炒香了对不对对韭菜跟爆葱爆香之后面这个汤头你就把它想成冲开微面算了只是有一点感觉海鲜也烫好了我觉得豆芽菜最后再进来是吧蛤蜊再进来还有蛤蜊哦还有蛤蜊黄金哦蛤蜊要进来蛤蜊不进来会不行哎对对对对对然后豆芽菜是起锅前再放是吧嗯啊是不是豆芽菜什么时候放有豆芽菜吗没有豆芽菜吗豆芽菜可以放啊也没有关系啊没有影响啊有呢有呢我有看到哦这个裹起来这个豆芽哦这边很像回到家一样哦对面的年轻人受不了他们对都慌乱表姐妹的感情不好慢一下慢一下好这边已经快好了哎呦我们看隔壁那边荒唐的姐妹来这个真的会做菜吗哦现在也有一点好奇你家什么屋处啊全家海鲜全家还有什么就讲葱韭菜全家变酒好像要跳酒酒要酒要好了你酒要了甜蜜酱来来来全家全家客家扭吧扭吧扭吧好好好你们两个看谁要试味道赶快试里面沾锅了赶快把对呀水太少了啦太少了吗还有加进去会掉对你看他们加进去啦好好全部怎么气不要气不要生气他讲了三次没有人理啊快点尝下味道尝下味道尝下快快现在尝你们阿里山的味道很好呢。阿里山只有盐巴。哎呀，好好吃啊，真的。哎呀，安心云，别把人家吴师傅的炒面给吃完了。话说，想炒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海鲜炒面，就别错过接下来的阿基师示范喽。阿基师，请示范。其实我们节目尽管我们已经示范了五六年了可是在我们在练虾汤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其实蛮鼓励的嗯除非你虾的不新鲜嗯啊就是说用虾壳来练虾汤我们节目大概一个礼拜都会看到一到两次是跑不掉一定有因为效果真的太好了效果太好不浪费熟了，我要打包一点。这观念问题，速度的方面可以这么快？他过四十年，做的比年纪还大，熟了。还有那个比较粗的地方来爆香用。哎，看我们有加那个。而且阿基老师对食材都好温柔。没有。小姐，谁有啊？还有香油来爆香那个酱，你们大家看一样是炒面，为什么它的味道特别好？你把它学起来，就是你们的法宝了，对不对？啊，哦，它在爆虾锅，大家你看啊，因为炒面，你不要以为炒面就是干干的炒哦，炒面的汤汁如果从这个鲜的虾汤出来，哦，这样就好香哦，哦，上高汤。
啊。哎呦，刚才的油面呢，他们都有下水去穿过，是需不需要这么做？八分钟两道菜，吴廷红老师终于动手帮忙了。而安心云表妹的厨艺，那都逞强之矣。你帮他们家开自助餐店的，我觉得也跟他没什么直接关系。你有跟他吃，我觉得他一点都不溜脸哦。还有六分钟。而且这个阶段，吴老师刚才的油面呢，他们都有下水去穿过，是需不需要这么做？穿一下好，因为油面呢有一点碱的元素在里边哈。那你如果把它穿一下子的话，那个碱的味道可以拿掉，洗掉一点，洗掉一点。那洗掉一点的话，对于后续你在炒面的时候，你调味呢，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去做调味的动作。很安心的把它炒匀啊，就是安心匀，对不对？嗯，对，安心的炒匀。我是不是又跟吴老师太近了？有，你们现在已经有距离了。有了。你看，这个虾汤啊，我现在就让你们闻这个虾汤。嗯，真的太强了，很浓的颜色。哇塞！就是刚才我们找不到的味，爆葱爆姜，蛤蜊先让它进来，先让它炒一下。现在一口气啊，蛤蜊这样子干炒的时候，用锅底的热度呢去烙它的壳，壳一导热的时候，它等一下你再煮的时候，就爆，很快就爆开了。哦，那油还不必放很多。对，我刚才上脑筋说要怎么让它开，因为平常都是用做茶的。哦，它一受热就开了，这有什么难的？哦，我要煮面。啊，对。面里面呢，面水里面先放一点盐，这一下子它比较容易去它的味道，同时会有一点咸味在里面。嗯，真的是哇！刚开就赶快把它打开，它现在很嫩。嗯，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先捞出来，要迁就这里，因为这里是生的。如果你炒到这边都熟，这个蛤蜊了就看不到味道了。哎呦，它面还不能只过一下水，得煮通才行啊。啊，就是，对，你把它煮膨胀了以后，表示它里头确实有受热，受热以后里面的碱的味道它才释放得出来。那这个水呢就不要用了。这时候拨进来。我一开始就煮了。好，那这个时候我下一点米酒。这个算米酒。好，那调味呢？你掌控到海鲜的原味的时候，就一丁点的酱油就够咸了。这样就够了。因为面刚刚有盐巴在里头了。那现在呢，几颗粒的糖掉下，味道就够了。哦，它的整个甜度就很高了。那现在呢，乌醋一点点，锅边醋解腻而已，没有特别的功能。是，好了它。哦，香油一点点。节奏感真的好好啊！阿西老师，你有打篮球吗？打篮球。海鲜炒面完成。完成。这可是现炒的，来，一人一碗。哇，香香香！现炒的感觉又不一样了。哦。哦。热鲜甜味。对不对？真的。我看看你们今天都没有加虾壳的情况下，你们炒出来的面什么感觉？这样好不好？好，这样比较。先吃一下我们师公师母的，好不好？来，而且师母她调味很完全没有犹豫，独到。对，她完全是心里面胸中自有定见的。其实还蛮好吃的。胸中自有定见的调，就是外面妈妈会做。哎呀，煮的炒面吃完一次，中国的炒面。来，准备啊！有咸，有比较咸一点，对，啊，很可惜。海鲜炒面在第一阶段，有没有人赢？准备，一、二、三，举牌。哇，等一下，等一下。
两边都炒的，谁说的都还不错，可是这边因为长时间下去面有点糊掉，对，吃起来比较软，没有咬劲。那但是你说这边虽然是咬劲，可是你的碱的那个味道没有完全拿掉。对对，那两边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海鲜其实跟盐巴是最搭的。海鲜跟酱油，酱油的甜味会把海鲜的鲜味给拉掉。嗯，所以鲜味来说，其实盐巴跟海鲜比较搭，所以这边对。是。那阿弟是给了你们肯定，为什么？其实我再强调一下刚刚提到两边落差的特色了。是。第一点，两边今天都做得很好，但你们都不是专业。对。那我之所以会投给这边的话，就是因为它所有海鲜料的感觉有进来，这边显得比较单薄一点。对。那么我们一直在担心它很咸，其实还不会。对。其实还好呢，倒是胡椒粉的味道很重。有。胡椒粉的味道很重口味。那当然，我们今天整个现场，我这边带头做示范的，除了给两位大家经验参考以外，也给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做分享。嗯，一定要把海鲜的味道萃取出来，其他什么东西都好摆。对，真的，只要面吸收进去了，总会不好吃。对对对对。好了，接下来呢是平手，恭喜两边。恭喜。接下来分胜负是一定可以分胜负，而且要考验你们分工合作的能力。我再强调一下，你们如果今天没赢太可惜了，你们是两个打一个，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吴老师是负责唱歌跳舞的，对对对对对，负责跳舞，怎样维和交流？现在我们八分钟要做两道菜，八分钟两道菜，菜名是沙茶海瓜子跟香肠炒蒜苗。这个我们都会用到白中间。然后呢，是不是这个是香肠的？哎，蒜也是，嗯，少许的嘛，对不对？对，这是蒜苗。好的，然后没奶汁，为什么没奶汁？安心云呐，可别先吓坏自己了。看看对面吴廷宏老师和师母两个人，可是有说有笑的讨论。然而刚刚指定菜是以平手收场，接下来的八分钟两道菜，看来是可以比出个高下喽。这两道菜，沙茶海瓜子跟那个香肠炒蒜苗，真的有这么简单吗？就是，你说简单，也有一点不简单。怎么说？因为第一个，海瓜子本身熟成很容易了。那你现在要去拉它的肉质跟沙茶酱的味道结合，你需要在炒的时候多一点心尝一下子，好不好？然后把炒蛤蜊的技艺用到里面来。差不多。然后香肠呢，因为今天两边呢都是熟的熟肠，所以可能肠子的味道上面在掌控的时候呢，会比较疲软一点。可是你又不能够炒久，它会萎缩。尽可能把蒜苗的味道跟香肠结合就行了。好难哦。八分钟两道菜，好，请老师和师母是我们一起来，一起开始，从这位开始，一曲一曲，八分钟准备。计时开始。开始。哇，这样叫我再说，赶快合力工作了，因为只有八分钟。辣椒，我有一点了，一点。都需要一点辣椒。其实那个时候，这个什么，你帮他们家开西餐店的，我觉得也跟他没什么直接关系。你有看到切，我就觉得他一点都不溜脸哦。这切的，上一桌都已经接过他了。真的吗？自助餐店你有需要帮忙吗？没有，很少。收场了。收场收盘子。自助餐打这个电计算机比较快。对。哦。八分钟两道菜，吴师傅的对手不只有安心云表姐妹党，最大的敌人其实是。我觉得也跟他没什么直接关系。你有看到切，我就觉得他一点都不溜脸哦。这个切的，上一桌都已经接过他了。真的吗？自助餐店你有需要帮忙吗？没有，很少。收场了。收上收盘子，打自助餐打那个电计算机比较快。对。哦。我看你们切，我也好紧张。刚才平手啊，就看这一道了啊。来，我们到隔壁走走。走。这样。哎，为什么还要去烫一下？不是，它不是已经熟了？熟了吗？不一样。哦，好。出来。放在这里。而且这个阶段，吴老师他不能再唱跳了，他要加入战局，因为会来问题。他是他们山上唱跳歌手。对啊。动感歌手。哦。
今天海瓜不是新鲜的活的哦。哇哇哇哇哇！要酒吗？要用酒哦，酒就。我酒有酒哦。小米酒，我爱你。你切这个。他还有酒。沙茶是沙茶哦，啊，知道。沙茶海瓜子，沙茶。沙茶海瓜子，香肠炒蒜苗哈。嗯。其实吴老师你可以切的啊。可以。对啊，你明明就会。我手还活着。我是说你切得很好。不是，我的手还活着。你们的香肠要先过水的原因是什么？我怕飞鱼不好切。不好吃啊。对。其实吴老师要赶快帮你，不然真的会来不及。帮什么？切那个东西啊，切香肠嘛，蒜苗啊，香肠。香肠，香肠，真的啦，快来不及了。香肠，切。对。啊，一个人来不及的。这个水锅不用了，对不对？不用了。撤走。撤走，撤了。不要帮忙啦。我怎么都把它吓了。拿那个盘子给我，对，盘子，盘子来，成功，来，Let's go， 先试一下味道，不要急着加哦，都快，搞不好很，对啊，海瓜子也咸哦。完了，喂，这个阶段比较慌的是师母哦，还开了吗？那一个人对两个人，还没开啊。好，我们先切好了，往隔壁走嘞，切嘞，加油哎，好，汤斯顿，忘记了，好，忘记了，小心，不要破了，可以盖盖子比较快，好的，盖子。陈鹏，那个谁，那位队友，跟你无关，跟你无关，我帮你拍箱子，可以，放那个。来了，我觉得我的那个蒜太少了，蒜苗太少，再切还一大根哦，切还来得及。把它炒，把它炒，香肠那个油把它炒出来。啊，对，老师，太老。会切菜会自言自语哈。蒜绿不用吗？来，隔壁走，对不起。没有吗？哇，那个手艺太厉害了吧！他已经炒好一道了。对啊。不知道。好不好吃？不用担心啦，真的呀。他怎么还是可以这么轻松啊，吴老师？乐天知命啊。他把他锅子当成身外之物了。其实师傅也在对抗老师哦。今天他一个打三个哦。一打三，一打四。好可怜哦。一打五。又多一个了。对啊。好，其实刚才说蒜苗跟腊肉，没有腊肉是香肠，蒜苗是香肠。好，在一起嘞。嗨。一个打六个咯。不急，酒呢？要不要加点酒？又开始全部加下去。我尝一下味道。OK， 加点酱油膏，就这样加了一点点酱油膏，它就快调味完成了。对，倒数三十秒，好，就剩三十秒了，往隔壁走。蒜倒掉了，赶快！蒜不要炒烂。蒜绿
吃盆子，我还有一个香肠片躺在那边。八分钟这两道菜，似乎看起来它是主厨们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刚又说简单，可是火候怎么样掌握才是个好吃的家常菜？时间到。蒜又要怎么炒？海瓜子又要怎么炒？阿弟是拜托你，拜托你。觉得不能一样，没越来越快。这是学音乐的人。哇！哇，这个都不一样了。哇，不一样，超快的。哇！阿乐，你教错了吗？蒜白的部分是。原来是可以蒜白蒜绿用法不一样，不一样，还有调节哦，都要放对不对？对对对呀。一般的香肠炒蒜苗，它大概到底有没有本汁先煎油煎一下。好，一般的蒜苗炒香肠，蒜苗的比例到底要怎么样比较漂亮？一对二分之一就 OK 啦。你是说香肠三根，那这个蒜苗就要六根的量？对对。香肠先煎过，是不是真的香很多？对，我用它煎出来香肠的油了，来爆香这个蒜苗。哇，那就香了。对，蒜颜色就好漂亮哦。香肠三根外带，三根外带。备料可快了。对啊，这个现备料也是白菜。姜是给哪一道菜？海瓜子。海瓜子的。哇！像三 D 人像也不像不。嗯。蒜苗好像不会这样哦。对。哇！好，香油。香油是香油。香油炒。好，香油。香油是香油。香油炒菜真方便哎。哇。这个是香肠油，炒香肠用的。是。哦。哦，孔子哎。不理他。不理他。好快哦。有没有两道菜一起，超快的。天哪。蒸熟了的香肠其实根本不需要再过水，对不对？不需要，没关系了，我们太阳组合需要了，只能这样讲。开了，有些已经开了。哇，好香，有那么香味呢。哦，米酒再来，米酒再来一小碟。辣椒酱，还有酱油膏。哦。嗯。咦？对。阿基师，水锅还要用吗？啊？水锅用。什么事？太香了，这个，而且是大火，头到尾都不能灭，火不能降啊，这热炒菜都不能降火，来点酱油，超好吃，哇，视觉拍手，加起来两分半，全部从无到有哈，香肠油要来准备爆香肠了。不要了。那现在用
香肠有炒蒜苗了，它就很香了。那其实呢，真正这一个蒜跟香肠结合了，蒜头的效果不会比蒜苗差。嗯，啊，所以呢，两边呢都可以互带，都去用它一下。所以不需要切什么蒜蓉哦。不需要了，油进来。一点点的自来高汤回焖一下，蒜苗让它软，酱油、糖，需要盖子吗？不用。翻两分就好了。哇，真的很好吃。好漂亮！烧烤海瓜子香肠炒蒜苗完成，香哦！黄沙蕾，现炒现吃最过瘾，吃吃看呢，马上对照自己刚刚所做的哈，想想刚刚所做的过程。好新鲜哦！哇，这个鲜味赞，真的，嗯。它本身咸味跟鲜味就很重了，决定胜负就看这一道了。今天一定会有输赢，不可能平手，因为这一道我有加入投票。然后现在吃一下师公师母的，好，这边请。妈妈的味道也是不错的，这沙茶非常明确。安心云和敏芳表妹来，是。这是第一次炒海瓜子吗？对，第一次。看，对啊，不错哎。香肠炒蒜苗，来这边，还要继续的。哇，蒜苗好脆，好甜哦。嗯，好好吃。好吃哦，它是刚刚有掉一个轻微糖面的，对，啊，好好，而且那个用香肠先煎那个油，那个油真的是关键，因为味道都在里面了，很香，好吃，试一下师母那边的，来师母这边的，哇，切开吧，蒜苗好新鲜哦。感觉是热拌的，好新鲜的蒜苗。另外一边，表姐妹的，来，有点难评哎，还好我不是第三条，是你。好难评，对，真的有点难评哦。好严肃哦，大家，这关系到一个大炒锅，一定要认真对待。安心云表姐妹党对象了吴廷宏老师和师母啊，哇哦，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吃过了，都吃过了，右手也是手，哇，真的是，一、二、三，进去呗。相当的细微啊！傻呀，妈的味道这么可妙啊！你冷静，你冷静，冷静。看来妈妈的味道是我们怀念的味道，但是有时候这个感觉啊，视觉跟味觉是骗不了人。这边我真的觉得这个整个的比例个头上面真的太巨大了，因为那蒜苗真的可惜，所以这边在视觉上面，还有包括香肠切得太厚，还味道不容易释放出来，所以这边切得比较薄好一些。然后这边呢，我觉得沙茶多到有点不太自然。哦，然后这我还这边依稀还能吃到这边的鲜味，所以我觉得这边好一点点，这边好一点点，所以就再不行。这个香肠炒蒜苗的部分哦，其实这边的蒜没有完全炒透，你可以看这个地方都没有炒到透。那香肠的味道没有释放出来。那这边呢，
这个蒜呢炒得太软太塌，所以过于不及其实都不好。那这两个我们就算平手，就没有平衡。那那两个呢，其实我们在这当然是大家讨论的哈，任何的海鲜的味道，它希望它呈现出来就是海鲜的鲜味。那你如果加了很重的调味料下去，第一可能人家会认为你的海鲜是不够新鲜。那既然我们的品质是这么好，其实这个你可以看，刚刚阿基是在炒这个沙茶，它根本只差不多二分之一小时而已。对，真的不需要那么重，因为你沙茶一般我们在做沙茶，沙茶羊肉、沙茶牛肉都是属于那种腥味比较重，所以才用沙茶味道去压它。那一个好的海鲜味道，其实沙茶不要放很重，提味就可以。对，那这边的虽然说味道淡一点，但是你们的那个海瓜子的质感控制得很好，还是软 Q 的，鲜味有。阿基是总结。其实沙茶酱以我个人的一个专业的经验，它还是放在家禽畜肉，如果你炒飞鼠肉就很 OK， 但是放在这个地方下的比较重，太重，所以有一点摇掉这个肉的腥味。好，那么星云这边的话，或许说忘记放还是怎么样，歪打正着，肉的鲜度呢就比老师这边好。那么肠子的部分呢，虽然刚刚詹姆斯老师说有炒塌了，可是毕竟有炒熟。那这边呢，因为切得很大块，没有炒熟，太巨，所以咬起来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在吃槟榔一样。这一点我们做个参考。那么肠子呢，肠子如果切太大的时候，它的甜度跟香味不容易释放出来，是比较可惜了。好，那其实两边的表现都很用心，谢谢，非常好。好吧，3-0，恭喜不是？恭喜！我们请到中间，谢谢，来来来，获得我们意大利的大炒锅一枚，恭喜！恭喜，谢谢，恭喜，恭喜两位表姐妹啊！赢得很惊险呐，真的。这两个呢，因为在我们的资料上显示了，两个人很会做菜，又会办桌，你知道吗？啊，又会。真的轻松了哈。大家今天表现真的相当的慌乱，实在不应该啊。真的。可能太久没上节目。没有，是太慌张了。慌张哈。表妹今天还习惯吗？还可以，我觉得他比我冷静哎，真的，可是还蛮紧张。紧张啊，对，多来几回就好了。你看看师母今天一个人抵挡四个人，好可怜哦。啊，吴老师，跟我们两个一样了啊，我们两个一样，一样在旁边看的。我本来就在旁边看的，好不好？下次再来，好不好？好，欢迎你们四位，谢谢，谢谢，谢谢。祝各位全球所有华人天天都幸福，晚安，晚安，拜拜，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苏永康，宝妈上济南，想拼锅子得动脑，但苏永康却连美食都吃不到。我现在大概水煮个两分钟，我要把它捞起来。好，捞起来，麻烦回避一下。哇，真的好凉啊，好凉啊，香消炎。你怎么红梅啊？凉得瓜。番薯，莲藕菊，怎么有香啊？哎，答案是，恭喜 H。本来今天吃素的，特别昨天吃了素，今天准备吃荤的，结果却没吃到。你没有把骨头吃？不用不用，我已经去掉一点这样，这是骨头，我要熬汤的。红雨西啊，我第一次来呀、啊！你做了多少年了？请问一名厨师，他竟然制作出什么样特别的？